他有很多的时间里面是他独自一个人要面对的那个孤独的一个环境啊。如果有机器人的话，他可以到病房里面，因为他不用担心感染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做多一点时间的互动，多一点点关心，我觉得是拉近在疫情中拉近医师跟病人，或者是护理人员跟病人之间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一个媒介。机器人阿信入去好不好？阿姨，今日有较快活无？有啦。有啦哈，今日可能裁剪完以后，阿那顺顺，咱可能爱请卫生局看卖，会使来处理咯，安尼就爱恭喜你咯。爱有啥爱斗啥干啥物无？安尼就好了，谢谢了。安尼哈。恁个服务真好。现在你给我开门，机器人处理。这个机器人可以帮我们量血压、量体温、量我们的血压够不够。冠状病毒感染就是血压不好，是很危险的。开始上传成功，您的血氧饱和度为97。第二个，这个可以帮我们送餐，这也可以帮我们送口服药。如果是一般轻症，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人来问诊，可以替代一些直接接触的一些查房。会诊医师到的时候，机器人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病床里面，医师不用过去，就可以在我们护理站里面透过镜头就可以跟患者做一些心理的辅导啊，就是会诊啊，这些都可以解决啊。好好，开门了哈。大家也许会担心呢，会不会哪一天呢，我们的护理人员全部不需要，通通都是阿信呢去帮忙做这些事情，这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再怎么样，他也是凝人，他是虚凝，所以背后还是这个人。阿公，嗨，阿公有看到吗 ？Hello。医疗最不可取代的就是那个人性的关怀，所以我们怎么透过这个把人性关怀给他加强，但不是取代这个人性关怀，他只是帮忙我们的，而不是取代我们。阿妈，恭喜你今仔要出院啊！谢谢。啊，你回去要照顾好你家己哦。谢谢，都把你照顾了，谢谢。世界亮起。